国际大导演李安担任金马六十评审团主席，颁奖典礼结束之后，他到后台向所有人致意，暖心的一番话感动了在场的所有人。我们都知道六十是一个甲子，这真的是不容易。那办影展其实高高低低了，不是都很顺遂的，我觉得要破坏它非常容易，要出一口气了，很容易，可是要呵护它这个文化的事情，细水长流，就一直不断的全员不觉得就做一个文化的事情，其实是非常非常难得。你知道这多少人的努力呵护整个电影界啊，所以我觉得特别珍惜它，尤其是金马，它是一个在华人世界里面，我觉得大家心里面有一个分量的东西，大家蛮有向心力的一个影展，非常的难得，我个人是非常珍惜，我也看到很多人的珍惜。那自从我开始参加这三十多年了，我觉得我很珍惜它，我也希望大家珍惜它，呵护它，这个今天晚上我们尊重电影人，这个对我们这个电影的大家庭互相扶持互相鼓励，然后受到尊重，这个是一个很珍贵的一件事情。谢谢李安导演，祝福金马，我们会继续继续努力，继续呵护他。好，谢谢导演。那我们要请这个导演去喜杯酒会了。导演，我忘了讲，我觉得媒体对金马真的是很好，对，我们有好的时光，有比较艰困的时光，可是我真的觉得媒体的那个感觉是热的，我非常的感动。刚才不知道为什么忘记讲，我觉得就大家把它传播出去，我觉得是这个 vibe 哈，那个震动的频率，那个磁场非常的好。那谢谢大家这么多年的关注，非常感动，谢谢大家，大家辛苦，真的是辛苦。谢谢导演。虽然地位如此崇高，李安还是会在颁奖典礼结束之后出席金马惜别酒会，然后再到访各个剧组的庆功宴，给每位影人加油鼓励，展现满满亲和力。那个讨论了两三轮，我才11岁而已，要念多一点书，不以为主。听起来有点酸。他导师第一次，天才。现在不能夸奖他太多了，还有很多要成长。谢谢。天才演员，我希望他少拍一点，多受一点教育，慢慢培养。同意。对，我们真的很怕他爱踩啦，就是天才，多他年纪这么小，这样他就演技这么好，也都没有露馅，好像就是天才啦。那个成长发展都很健全啊，觉得演技倒不需要太早磨练，就是人生的经验，他的正常成长要。哎，我不要倚老卖老这样，加油！主席，我们往外移动，我们还有一集的主角要跟导演。高兴三天，然后来往外移动，该过的生活就过的生活，然后语文加强。但是我们要拍个照吧。生活经验要有，不要太急着演戏。演戏是很长的事情。对，非常讲的是。结果怎么样不重要啊，你的表现是这样的。我也很为你高兴，第一次看你演戏。谢谢。他表现也很好，虽然没有得奖，但是有跟你安排称赞。这样就够了，这样就够了。很棒，很棒。可以吗？导演，不好意思，导演，我们自拍一张。谢谢你们帮我打灯。
不要闪啦，不要闪啦，我这样不行啦。我打，我打，我打。好，谢谢。谢谢同学。谢谢。谢谢，谢谢，谢谢杨总，谢谢。哇！李安和金马执委会主席李平彬总共跑了十场庆功宴，直到天光露白度，凌晨五点才返家休息。难怪人人都爱李安导演。